它是呢棕灰色的螺纹，然后做微方领，它没有任何的口袋，你们看一下，你看它的弹性吓死人了。所以我就说这件呢、啊，它很特别的是，它好像很合身，但是它却不合身。然后它是做这种九分裤的落地长度，然后弹性超级好。然后屁股呢，它也不是走一个贴臀的效果。最喜欢的就是它的这个手袖的位置，我觉得它手袖是这样切包住的，我觉得很好看。而且它做了一些皱褶，就是你比较担心肚子啊，或很害羞的粉丝啊，基本上肚子这边都有皱褶。其实我平常自己啊，就是穿平底鞋出去，我觉得非常的利落，这边呢都不会飞出来，而且它弹性就是这样子，我只拉一条腿，你就可以看到它到底有多弹了。它真的非常的轻浮，而且你可以任由自己搭配。你看一下我穿平底鞋，如果一五几的穿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好，所以它可高可低哦，而且长度我很喜欢，就是不会太长，然后又有一点小利落，微小喇叭的感觉，很微很微。它其实算是直筒裤，所以呢，这件我就是真心大推。